每次都穿我的衣服，你每次也都用我的东西，你每次都用我的东西，你也用我的行装，你昨天用我的行装，你昨天也用我的行装。我就会拿你的包包呢，因为我上次想用这个包包的时候被他拿走，所以我很生气，所以我就不想借给你。哇、wow.。所以，哇、wow, ，我就是不想借给他吧。就是这么奇怪，你们要用这个包包吗？对，你再讲一次，我再讲一次啊。因为我不想借这个包包。干嘛、啊？记录一下，这是几天之后。我再讲一次。今天我要拿王宇的包包的时候，今天我要拿王宇的包包的时候，然后他跟我说，我不能拿包包，不能用它。然后他床上都穿我裤子。穿我裤，你也用我的充电器啊！但我今天就是不想借这个包包，然后就对他没有，今天没有用这个包包。今天你是在跟我借东西，我不借东西代表我自私吗？他天天有在用这个包包，他就不借我包包呢。他说呢，没有，我昨天想用这个包包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把那个包包拿走了。那谁都可以穿我的裤子，那你也随时可以用我的裤子啊！你有穿过我的衣服吗？你每次都穿我的衣服，你每次也都用我的东西，你每次都用我的东西，你也用我的行装，你昨天用我的行装，你昨天也用我的行装。那我就不拿你的包包呢？因为我上次想用这个包包的时候被他拿走，所以我很生气，所以我就不想借给你。上次拿这个包包的时候把它拿走，就很生气。哇！所以哇！我就是不想借这个包包。Love your explanation。我就是不想借你的包包。你讲。OK， 那我来个吉他。没有吉他，你不要拿我的吉他。拿你的衣服。那个娃娃，那个枕头，哇！王一，王彦哭。我需要去酿一下，我现在比较想要看一点。结束了吗？他们结束了吗？王彦还没哭哎。看昨天大家都说你吵架跟我长得很像。很多人都误会是你是我哎、欸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这个不算你道歉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八十岁没有事，八十就是青春时代。我不爽，一直说为什么把我认成？哎、欸，那个昨天你跟妹妹吵架，很多人都说你很弱，那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好说的？在家里，我妹是我的老板。是副老板，我是他们的秘书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在家的地位是最低的，跟我一样。那我是什么？你比我高一点哦，谢谢。那我，你觉得我是什么？你们都是我的老板。妹妹会不会唱歌？还是会自己唱？这到底为什么？瘦了吗？我看起来很瘦的，不对？要像我胖，这样子超壮漂亮，所以我就会跟你差不多。你是胖吗？